人工智慧时代，机器人大军来袭，尤其是新冠疫情当前，为了保持社交距离，很多工作都被机器人取代。中国大陆更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机器人已经走入了人类的食衣住行各个领域。不过机器人也有出状况的时候，像是在福州就有机器人当场从电扶梯跌落，还撞伤了顾客。江西则有两个机器人工作到一半突然斗起嘴来，让人啼笑皆非。机器人直挺挺地摔下去，还当场缠倒前方两名顾客。再看一次画面，机器人在电扶梯上没站稳，突然就硬生生地重摔，还波及无辜民众。基本上就等于就是在一楼走，不知道那天是谁把它弄到二楼了。福州这家百货公司的机器人负责测量体温、报天气和引路，被称为最强吸客机。没想到自己去搭电扶梯还出意外，把大家都吓坏。按照设计的那个要求，它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。为什么它会跑到这个位置上？而且福州的机器人的那个公司呢，正在对它的机器人进行解剖。远在江西的这个机器人似乎有远端智能感应能力。那我觉得把你调到一楼去陪那个机器人吧，我觉得你俩是天造地设的也不行。江西这个图书馆里，两个机器人当场斗起嘴来。你可真是一阵一阵的，你怎么还这么多的事儿呢？给你个台阶下来得了。你看你这些什么脾气啊？行吧，那我就勉强的原谅你了。对不起，晚了，拜拜。说话人模人样，引发网友热议。不过也有人留言说，这是事先设定好的程式，并不是机器人秀逗。综合报道。